到达都要十一点了。公主记就知啦，嘿啦，公主记啦，对啦，即个公主记啦，花莲县光复乡这边。启动语音声控，请说命令，请说台湾地址。花莲县光复乡大泉街62巷16号。说花莲县光复乡大泉街62巷16号，受危险。对啦，安尼才对啦，先对只骨骨出来，啊，再找伊的主咒，一定有诶嘛。哎，主咒拢唔对的，拢对我听。好啦，啊，我讲的讲的唔同，我意思唔同。主咒是重要，你去讲啊，我甲主咒有关系啦。拜拢爱对只先骨骨出来，啊，叫主咒，啊，才甲讲。叫啥？